花种着了，花没想到用这种方式给你做最后的道别。哎，大概是前天症状出来的时候，爸想着你在上海工作忙，压力大，常要车贷房贷，老婆孩子，所以爸也没跟你说，不想让你请假来回跑着花路费。谁知道今天半夜里突然病情加重，呼吸困难，胸闷呐，我感觉着我活不到天明了。我给你录这段录音，爸想给你做最后的交代。一个是床头柜里边有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是你身份证的最后六位数，那是爸的一点积蓄，你别忘了取出来，算是爸最后给你一次钱。第二个，你回来了，爸万一挂了，你不要太悲伤，每个人终究会死，你不要大操大办，找几个亲朋好友偷偷的叫我买了。爸只要求你每年的清明节到爸爸坟上给爸爸烧几张纸，告诉我你和孩子过得健康幸福就行了，爸爸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儿子，爸爱你，永别了，儿子，儿子，爸想你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